著名二代勇闯国际，拿下日本美法大赛金奖。我预想他的灵感的话就是海底生物，所以有一点触须的感觉，在后面的话就有一点点服帖的角度。靠社群平台，来自于马来西亚的素人变艺人，菲律宾媳妇创立网络频道，搭起台非桥梁。文化炸裂，哪里可以找到帮助？变漂亮的问题都有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锁定本周《我们一家人》。